来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按错了。今天就努力把 Conan Gamma 再一次 FC， 虽然这个 FC 啊绝对不是已经 FC 过，但是手机的 FC， 平板的 FC 过。好，我也是第一次挑战平板打这一首歌。对，加油，相信我们一定可以。那密室是怎么回事？我是累了吗？已经打完一半了。啊！后面掉的乱七八糟，天哪！后面掉的乱七八糟，对，后面掉的乱七八糟，九个 miss 都掉在后面，副歌二哦，啊，继续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在干嘛？我到底在干嘛？好，对，中途段那边真的好难哦！我天哪，原本那么大台，就中途段那边就变好台，好难。嗯，为什么那个密室？嗯，那个密室是怎么回事？嗯？问号问号，真的问号。
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被我自己撞到吗？还是我点到那个密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你解密室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那个弗利克哦，奇怪，为什么那边堆密室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那个弗利克自己削掉自己，那什么回事啊？是手指头自己误触吗？还是看一下平板机里面设定好了。是绝密，处长好被动。OK，好，我把手势的一些工具关掉，比如说手掌滑动的地点，对，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改善。看来，啊！
这首歌真的是难到。不过当初到底怎么打 FC 的 ？Why？ Why？ 到底怎么打 FC？ Why？就打打其他歌，舒缓一下。打什么？去打一下他的胸，在另外一款作品好了，一样你来的。那这个用平板打应该疯了吧？疯了！这首歌用平板打真的会很疯。天哪，用平板打中间的加速段，更是疯了吧？呀，那位置都抓不好啊，位置都抓不好，真的。哇天！哇！啊！再试一下吧，拜托，给力点，我的手。
那超级怕按到home键，你知道吗？玩到一半都按到home键，但是我没有找不到东西可以把那个home键关掉。再打这一次好了，累了，手机有点羞。聊，wait， 拉到手机。OK， 好，手机有点烫，对，这还是没有乱发，就先休息好了。真的，对。两个 good 八个 miss， 该 OK 了。左手端边全爆炸，算了，哎，打一下 corner 啊的 corner 新歌就休息好了，累了。哦，这首歌也不错听，就是东西很多。等一下，东西那物量很多哎，手机宕机啊。平板会荡掉，我就觉得平板应该可能会荡掉，东西太多。来。
有点卡嘞，糟糕。好多，这东西量真的好多好多，好多一次来的东西好多，手机都要爆炸，平板都要爆炸。一首打得非常乱七八糟的歌。啊，这个是故意的。算，啊，竟然自己被自己手肘挡死，太糟糕。返回键，这就是我最讨厌的地方。返回键，讨厌。返回键 get 我。
返回机好恐怖啊，铁蛋，我今天真的好恐怖，吓死了！然后打成这样子还新成绩，恐怖。大魔王，来最后一次啊！手左手硬太过粗力，导致就是滑不太动，动不太起来，手反应没有那么快。